君不君，臣不臣，是因为君上的荒淫无能，还是臣下的贪婪专权？旧的伦理纲常被打破，新的混沌望不到前路。如果天子是君权神授的正统，那么这满天的神佛又为何坐视叛逆四起，邪佞横生？我并不是愚钝天真的相信周天子一定会为我做主，还我公道，但我一定要见他一面，也许我能找到我要的答案。是谁？胆敢私闯宫禁？我是齐国的季将，康公之女，有要事求见君上。陛下已久不见生人，你快走吧。事关天下苍生，我必须面君直呈，请代为通传。说了陛下无暇召见你，再不走我就不客气了。最近不同寻常，奴很担心。啊，你是何人？我是齐国的季将，康公之女，有要事求见君上。原来是齐国的王姬，不过陛下好像不喜人打扰。如今佞臣当道，局势混乱，而君上久居深宫，蒙蔽圣听，我一定要见到陛下。前些日子陛下突然把自己关在大殿之中，封锁了所有的通道。据奴所知，前殿有一条暗道通往大殿，但是机关重重，奴不知道破解之法。不妨，多谢指路。
奇怪，这两个点燃了的火盆自行熄灭了。这四个火盆看来不像表面那么简单，可能内藏玄机。或许将它们全部点燃，就能发现些什么。我来试试吧。点燃了的火盆自行熄灭了。这四个火盆看来不像表面那么简单，或许将它们全部点燃，就。